是要当你女朋友？哦，好险好险！如果你真的想当我女朋友的话，那我不是糗啦。为什么糗？我不够资格当你女朋友啊。不是啦，是我不够资格当你男朋友。你想想看，你也不是啦，是我不够资格当你男朋友。你想想看，你书念的比我多，学问又比我不高。为什么巧？我不够资格当你女朋友啊？怎么会呢？是我不够资格当你男朋友。嘿，子冰，嗯，卡，从没跑，谢谢。我在想，如果你哥丢，你要不要？等一下，对不起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所以哦，我们一定要把握现在，就算以后不能在一起，也要有美好的回忆。你要不要？还说你阿爸脾气臭，你还不是一样？这叫有其父必有其子啊！还笑，还笑，哎，痛啊！不止笑，我们还要卖力。哦，不不，我们还要吃得饱饱的。今天可以卖力演出，歌曲。哎，你们在演雷雨还是演闹剧啊？这里不能哭啊，不，这里不能笑了。你有睡饱吗？啊，这种话你也说得出口，简直不要脸，不要脸！我真的打到你？没有，这个有。Sorry， 我真的被到了。我笑到。我远一点，我远一点。干嘛？干嘛啦？对不起。哎，哎，不要那么快吧。你都这么说了，我还哪敢不回来啊？算你有良心。现在。我们只差一个人，就团圆了。嗯。你们看着我干嘛？你直接叫他，就是叫，不是我叫啊！前面那个不是我，在消化，咕噜咕噜的。你前面那个不是我，大声叫，我很想尿尿。可以，来，可以，前面都可以。来，大声，他们有人笑。第一个那个不是我，第一个那个我已经在忍了。